好高兴，好高兴，很难得下雪了，赞啊！赞赞赞赞赞赞赞！亚热带的岛屿台湾下雪是年度难得的盛事，但仅仅局限3000公尺高山的季节风情，位于北台湾的阳明山得天独厚的地形，在强烈寒流来袭时，海拔1000公尺出头的山顶也能和百岳高山一争青山白头的特殊景观。这两年一入冬，居住大台北地区的居民已经很有气象敏感度的伺机等待来个霸王级寒流，或者威力强劲、急冻数天的超强寒流发威。就在春暖花开的2月天，台北市最高峰七星山终于下雪了。屯山积雪或者七星山白头，对一群来自遥远异国定居在七星山下的外国人并不陌生。他们的时代被冠上冷战二字，半个世纪前西家带眷来到异地的这群人，还是热情率性地把西洋美式生活完全移植到这一户户的阿多阿祖。日换星移，风云诡谲，当时驻台的阿多阿已经离开，他们在山子后的家以及和台湾风情完全不同的娱乐场所，几经轮转，以更接近台湾人的自然面貌，重新演绎那一段有着战争背景却是洋味十足、热力活络的时代风潮。寒流来了，等待阳明山的雪况，等待七星山下的砖红烟囱升起暖暖的炊烟。2018年，节气刚进入立春的隔天清晨，台北市阳明山降下瑞雪，这是今年开春以来阳明山的第一场雪，距离上一次已经是2年前的霸王级寒流。几天前，气象单位加紧预报，寒流将来袭，全台低温警报，台北市的七星山、大屯山都很有机会下雪。台湾3000公尺的山头陆续传来雪讯。终于下到1000公尺了。前面这一座山势非常宽广，上面也积着一层白雪的，就是海拔1092公尺的大屯山啊。大屯山在阳明山区的话是第三高峰，除了最高峰七星山、第二高峰竹子山之外啊，第三高的就是大屯山的。那从这边看呢，它是非常的长，狭长型的，很多山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哦，这个角度看它特别的长，特别的宽，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展望点哦，因为前面搭配的就是竹子湖，所以可以看到一个盆地一样的竹子湖哦，背景就是大屯山，景致非常的漂亮哦。那现在可以看到竹子湖的话，就会想到一句俗谚哦，就是超刷风雕哦吼，金包立大咯，就是形容草山，就是阳明山区哦。这边的风啊，尤其是冬天吹这个东北季风的话，这个风是非常的强劲，非常的冷冽哦。那雕哦吼，那这个地方冬天刚好是迎风面，也是降雨量非常高的地方，所以在阳明山区一些溪流反而是风水期哦。那再来就是金包立大咯，就是非常有名的鱼路古道，从金山走过来，然后越过擎天岗到台北市哦。过去从金山那边一些阿伯啊，一些居民会挑着鱼货，然后翻山越岭到台北市去卖金包立大咯。十几年前 ，MIT 台湾志曾经记录金山黄冈一带耆老肩挑渔货，脚踏草鞋，摸着去黑鱼路，翻山越岭下到大道城贩卖。
早年如果遇上这种岁闭寒凶、雪虐风涛的隆冬时节，老人家肯定望山兴叹，足不出户。过去为了填饱肚子，鱼露夜行，但今天的阳明山是台北人的后花园，四季都能找到理由探幽。下雪了，上山的更加理直气壮。天寒地冻啊，现在整个北半球哦急速冷冻啊，所以在北方哦几乎都进入了冰冷的世界啊。现在回头看，可以看到在大屯山区的竹子山哦，整个山头已经白雪皑皑了哦，所以现在整个台湾就像在冰箱里面啊。不过这次的寒流的特色是比上一次霸王级的寒流维持的时间更长啊，上次是来得快去也快，虽然温度很低啊，那这一次的特色是时间非常的长，所以整个台湾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哦，都在差不多十度以下，尤其在北部这个地区啊。那这一波寒流的特色是，听说在北半球勘察加半岛这个附近有一个阻塞高压啊，挡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整个冷空气哦没有办法从西向东移动啊，所以挡在那边以后就被迫由北向南，那像经过日本啊，那一路南下到台湾也都笼罩在这冷空气之下，所以这次会特别的冷，而且时间会特别的长啊，跟上一波是副北极震荡它不一样啊。不过在亚热带台湾，每年冬天下雪是一大盛事，尤其是寒流来的时候，全国的人民都在追雪啊。那在北部地区的话，山头它的雪线会下得更低一点，竹子山、大屯山、七星山整个山头都可以看到雪，所以大家就疯狂的到处去找雪去玩雪啊。因为平常这边要下雪真的是不容易，一定要水汽很够，第二个是温度非常低，有的时候要好几年才会碰到一次。这次特别要上台北市最高峰拍摄七星山、大屯山区这边的积雪。好，那我们就赶快出发了，上七星山。现在已经走到梦幻湖畔了，从登山口788公尺开始走，到梦幻湖这边大约是850公尺，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湿地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梦幻湖了，那梦幻湖这边有一个观景台，可以下去看这边的梦幻湖生态，这边的水生植物，还有七星山都可以看得到哦。到了。我们第一站就来到非常小巧可爱的梦幻湖哦。那这次来其实蛮可惜的，梦幻湖没有下雪，没有积雪哦。在上次霸王级寒流的时候，这边雪有下下来，所以整个湖畔啊都是白雪，就非常好看。不过梦幻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湿地哦，它的面积不大，可是里面住着一种古老的植物哦，很特别，是台湾特有种，就是非常有名台湾水酒啊。台湾水酒它是水生的蕨类，很特别哦，它就主要生活在梦幻湖，它等于是台湾唯一的自然的栖地啊。那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植物，从恐龙时代就有，一直延续下来，所以生长在这个地方有非常重要的生态的意义啊。它是海军陆战队的，等于是水陆两栖都可以，冬天梦幻湖是风水期，它也可以浸泡在水里，就像沉水植物一样。枯水期的时候啊，它就变成停水植物，甚至梦幻湖它因为会渗水，所以有时候会干掉，就剩下一点点水而已。那它又非常的耐旱，学者做过实验哦，让它晒干，然后几乎丧失了90%哦，维持了差不多3个月，然后再把它泡在水里面，竟然又活起来了。所以台湾水酒是一种耐旱非常强的，还有就是耐寒，它可以耐非常非常的低温啊，所以它这个植物是生命力很强，怪不得恐龙都灭绝了，台湾水酒现在还存在我们台湾的梦幻湖里面哦。所以有机会来爬七星山，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台湾水酒生长的情形哦。梦幻湖形成的年代距今大约5600年前，而湖中的台湾水酒也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水酒科的植物大多生长在北温带的沼泽湿地，亚热带台湾能看到冰凝雪积的池里生长着雨高烟腻、郁郁芊芊的水酒，果实如梦似幻。
两年前的霸王级寒流，梦幻湖雪景趁着湖畔沾满霜糖一样的雪白柳山，让山下的老台北人好像又看到往昔淡水厅治所列淡北八景中的屯山积雪梦幻再现。哇，哎，你们来拍哦。对啊，拍阳明山。加油加油，隔了两年又下雨。对，难得下雪一定要来拍。哦，我们都有看你们节目。哎，真的啊，我老公是你们忠实观众。谢谢谢谢，看过又看。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投降了吗？这种双手举起来，啊，很滑哈，小心。啊，三分四啊，三分四啊！加油，加油，有到底吗？没有，不敢上去了，好滑。台湾字，哎，你好，你好。台湾字，你好，你好。好帅，我要看你的节目。加油加油！好滑，为什么没有上去啊？好滑，下来的时候很太滑了哈。对啊，有点哦，有点危险。对，雪很多，所以还是要带装备啊。装备是要什么？我没有。哇，带这么多器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还是会滑哈。哦，好滑，下山才知道功夫了。现在海拔越爬越高，积雪就越来越厚了。前面的话雪比较少，然后越上面积得越厚，但是也会很滑，所以很多游客啊穿着比较简单的装备，像穿布鞋啊，要下山就很难，尤其到上面积雪很厚，可能还是要穿冰爪才能上去，因为很多人都走到一半后来就没办法就下来，因为太滑了，尤其是下山拖起来相当滑。还好我这次有带冰爪，雪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了。同样是气喘吁吁，但不同于3000公尺的雪季登山，少了长长一列缤纷的重装列车同行，又不必担心长天数拍摄及过夜，行囊至少省了10公斤的装备。但看看在融雪石阶上的游人，兴致高昂，身上穿戴的雪地装备却真实的如履薄冰啊。游人中不少是 MIT 台湾制的忠实观众，我们还是要再三呼吁，不论大山小山，请都视为3000公尺，战战兢兢地面对山。加油加油，越爬越高啊！我们现在走进七星山梦幻的银白色世界啊，海拔越高，积雪就越厚。那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建筑哦，那雪就压在这个建筑上面。那在阳明山地区这边的建筑呢，跟我们在高山玉山建筑不一样，这是台湾另外一种建筑，叫包拓史族哦。这个建笋其实在过去也蛮有名的哦，过去都有来这边采建笋。那现在因为是在国家公园，应该比较没有采的。气温哦越来越低了，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东峰前面了，越过东峰还要再下去才会到主峰，所以在这边哦，稍微避风一点地方可能要穿上冰爪了。下雪以后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相当滑。虽然是来爬七星山啊，还是要带足装备，保暖的、防风防雨的，因为再上东峰风就会很强了。那已经来到七星山的冷冻库，冷冻库果然是来到1000公尺的地方，很难得。好了到了，哇，这个抓地力果然是不一样啊，穿上冰爪走起来稳固多了，就不会那么滑了。那我们现在踏着白雪哦，登上七星山的东峰啊，海拔1100公尺啊，哦，这上面有很多山友都来爬山了，很热闹。虽然很冷哦，大家热情不减啊，都来爬山。麦哥，打个招呼。你好，你好，被打架。麦哥，忠实 MIT 耶。哎，六六，加油加油。赞，忠实 MIT 赞。啊，上到东峰是还没到主峰，主峰在旁边那个地方，更高一点，1120，还要下一个鞍步再上去。不过上来风还蛮大的，它这边有一个三角点。那过去那边的话，视野会更棒啊。待会过东峰就到七星山的主峰去。好，你们好，你们好。来，麦哥喝大来。这个呢？
这是金钟奖主持人嘛，哈，对，金钟奖最佳金钟奖主持人。我们在圣林街都碰到了，对啊，圣林店有遇到大哥，哦，真的麦导真的是不是盖的，真的有实力，哦，对啊，忠实粉丝啊，哦，那你还去主峰吗？主峰过来了，过来了，哎，啊。今天风很大哦，对，好，谢谢。现在大坝走到圣林县哪一段了？啊，恭喜恭喜！在台北的七星山东峰上，遥问 MIT 台湾制影像爬圣棱的山友，正是我们在九九山庄遇到一群随身携带国旗爬山的爱山人。只能说山水有缘，山下不一定相遇，但在山径上总有知己同行。爱山的台湾人实在幸福，有200多座3000公尺以上的名山百岳可以攀登，而生活在大台北，喜爱自然山川的市民同胞，更因为周遭围绕了容易亲近的最高峰七星山以及大屯山脉珠峰，即使只有一天闲暇，山呼唤了，做好准备就上山吧。位于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竹子湖，海拔高约670公尺。属于台北市北投区湖田里，是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天然堰塞湖，土壤肥沃。日据时期，日人基永吉博士登七星山后，发现此地特殊的地形，之后设立了蓬莱米原种田事务所。光复后引进海域，产业转型以花卉和观光为主。三角点啊，终于上到七星山主峰哦，海拔1120公尺啊，这是大屯山区最高的一座山峰，也是台北市最高峰啊，所以它视野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啊，东峰过来看到黄嘴山，还可以看到金山北海岸这个地方大山气势的竹子山哦，连峰过来小观音山。到大屯山啊，一览无遗啊，这是360度的视野景观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群山上面都积着一层白白的雪哦。今天分享说来到主峰人应该会蛮少的，因为新闻在报道我们是去二子坪啊、大屯山，因为那车子可以到，所以今天特别选择走七星山的东峰还有主峰，可是上来才知道非常的热闹，大家非常的热情哦，所以很多人都上到东峰了，也来到主峰哦。那看到台北的雪景啊，那非常难得。那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所以我们待会拍照摄影完就赶快下山了哦。七星山成功。二月的这场雪似乎专为应许一群爱山的人而下，不但破了霸王级寒流的极冻天数，也让一些来不及上山的游人不至于错过今年1000公尺限定的雪季美景。山下灯火熠熠，和麦哥一样瑟缩在入夜低温舍不得下山的山友不在少数，但大家装备齐全，说好归程同行，人还在山头却早已相互预约，下一波寒流来临，大家七星山见。等待下一个追雪的季节到来前，阳明山上的樱花不等春雪消融已经花枝乱绽，红嘴黑杯也喵喵地喊春天来了。阳明山的春天属于杜鹃，属于东方味浓厚的樱花，但在60几年前位于文化大学附近这一户户独门院落的房舍却是西方人的世界。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军派驻大量部队到台湾，
并选定山子后，也就是山的后方兴建眷舍。这是一处和台湾文化风格迥异的建筑群，时移世往，还嗅得出当年的异国情调。这次来到阳明山山子后啊，你带我走进了这边，好像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啊。是啊，事实上当时这个就是美军宿舍群，用现在的话就是租界，所以一般外面的人是进不来的。也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它的一个特殊的原貌。哦，难怪我们一走进来的时候，还有看到美国的国旗，还有中华民族国旗，是中美合作。所以在整个这个大范围都是过去美军的宿舍。对，这个地方有40,000坪。那么可以分成四个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西区，我们的后面就是 F 区了。那另外还有两个区是在养德大道的另一端的 H 区，还有 E 区。那那边的目前 AIT 的这个一些官员还住在那边。那像我们看到的这些房舍啊、屋舍，还有人住吗？在这个西区几乎是没有人住，但在 F 区是有人住的。而目前这一西区是在由那个台北市的文化局。哦，他们所来这个协助管理。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宿舍盖在山子后这个地方啊？山子后事实上是这样子，当时的美军他们搭了直升机啊，到阳明山这地区来，来看，然后看到这个地方不错，大概有40,000坪，所以他们决定就作为一个美军的宿舍的一个建筑的地方。那总共40,000坪盖了220多户。那我们现在这个西区呢，事实上是属于士官的住宅。士官对，所以你看到它那个屋顶哦，它跟我们一般看到有瓦片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典型的士官所住的地方。士官住的、是，这在台湾来讲，感觉像将官的啦。如果比我们国军来讲的话，当然不一样了。是，虽然叫美军宿舍群，可是他住的不一定是美军军职人员，他也有政府职的。也有文职的，也有情报局的，所以这是一个统称，是这样。当时是韩战爆发，是，所以早期像国民政府跟美国的军事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整个美军还有他们的一些文武的官员都来这边，来这边，对，还派驻在这边，派驻在这一边。哇，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啊。是啊，如果从1950年一直到民国67年，是1978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几乎就是保留了它独特的一个地方。对，那是中美断交后，对，才陆续就离开这个地方。对，不过当时他们居住在这个地方真的蛮不错的。第一个在阳明山上，然后第二个每家都是独栋的院房子，然后有很大的院子。是啊，这个在我们这边是梦寐以求了，梦寐以求。不过还好已经保留下来，然后这边就有美国的这种风情了啊。所以这占地非常的大，那现在都把它保留下来，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建筑文化的景观这样。是，这也算是台湾蛮特别的一个区域啊。是，所以当时美军很多文武百官都住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是，好，那现在虽然美军都走了，那这个建筑都留下来了，可以从这边看到过去那一段历史这样子。是。许多台湾人和从小住过日本式房舍的麦哥一样，对和式建筑的格局以及那段殖民历史并不陌生，但说起这大片占地宽广的昔日美军宿舍，还真得细细游走才能一窥当年的时代面貌。伴随麦哥导览的 Eric 和他的集团一起进驻美军住过的老社区，但他们选择了规模更大的房舍，甚至可以说是当时这里人气最沸腾的一栋房子。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都是大大小小的圆圈哈，是，这个当时是美军留下来的，它是用砖排列的，像太阳一样，而且它是直立式砌的。像这个建筑来讲都不是盖得很高哈，不会，当时他们在这边盖的最高的话就是2层楼。哦，就是2层而已。对，但2层楼是属于宿舍型的，就不是独栋的这样子哈。所以像这个侧面这个墙很特别，一扇一扇的，这个是我们一般称为叫那个斜气墙。这个斜气墙它的作用是当风吹过来的时候，风不会直接就灌到屋内了，它会先在外面这一层啊，先做一个缓冲的作用，微风再进去，所以达到通风的效果。那另外下雨的时候，如果有那个风打过来，雨也不会直接进去，它会先在外面先一层的就让它雨打到外面，所以它不仅达到通风，也起到了美观的作用。所以它斜一个角度是有功用的，有算过的。有算过的，就是又通风，那又可以挡一些雨，有特别设计的哈，怀旧一下过去的建筑。早年中西民情实在有着天壤差异，即使北方战火烟硝依然炽烈，
但该娱乐的、该消遣的，甚至艺术层面的享受，一点也没有因为战争而缩减。而这些具有时间感的历史建物，还是现代建筑观念进入台湾的重要开始。移植自美式南方城郊建筑概念的西方住宅，也为台湾打开了一道看世界的窗口。清光绪年间，就称金包里的金山一带渔民，大多选择位于今天阳明山国家公园境内的一条山路，运送渔货到大稻城及士林贩卖，当时称为金包里大路，今天叫做渔路古道，目前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内最热门的历史步道。古道沿途仍可见百年前的清军营盘址及先民生活遗迹，全程约30公里。到屋顶视野就变得很好啊！是这边有一个壁炉的烟囱啊，这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烟囱是真的，是当时美军宿舍群里面每一间屋子都一定会有个烟囱，这是美国建筑物的特色。所以过去主要功能是取暖用的啊，它不是作为炊饭用的。因为台湾来讲算比较亚热带地方，对，所以很少看到有壁炉啊这种设备啊。如果我们看得到，一般是在中南部的乡下，它是作为炊饭用的。嗯，对。所以当时在美军宿舍这边，包含这边是俱乐部嘛，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壁炉，都会一定会有个壁炉，都一定会有个壁炉。哇，这种想象就是像圣诞节的时候是哇取暖，那有圣诞老公公会来的地方。尤其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啦，尤其在他们西方的节日或是圣诞节，这个是完全能够让他们能够满足他们思乡的一种心情。对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那时候讲就是西洋的玩意啊，是西洋的设备这样。不过上到这个屋顶来讲视野很好哦，可以看到这个群山围绕啊。是，如果从这边来看过去，那边就是属于七星山了。哦，我们讲的擎天岗最高那个。那后面这个呢，我们这边称为叫做沙帽山，事实上老美他们称为它叫 Butt Mountain， 就是屁股山。有。那右后方那边呢是属于大屯山，那边有雷达，视野很好。那也因为是在阳明山这边比较高的，所以需要有壁炉来取暖这样。是。过去的屋顶也是用瓦片来盖的哦。事实上，老美它的屋顶确实也是用瓦片来盖，没有错。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目前在这边的形式，仅存有屋顶的区域大概只剩下我们这一区，其他都是用阿西混凝土做出来的双坡瓦。因为我小时候住过日本宿舍嘛，是也是瓦片盖的，可那时候瓦片是灰色的单一颜色，我们没有办法取得像美国他们那样的西班牙瓦，我们这个叫做黄釉双锅瓦，那也是在50年前的瓦片。当时我们来做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毁得差不多了，所以文化局呢要求我们必须要找到原来类似一样的瓦片。很幸运的，我们的营造厂啊能够找到50年前的原厂。啊，这个原厂是倒掉的原厂，倒掉的原厂。那倒掉怎么去烧这些瓦片啊？所以倒掉的原厂当时它有一些库存，它都散落在彰化、嘉义、台南和高雄。那很幸运呢，我们就从这个四个地方呢收回这些库存，总共18000多片。哇，那也还蛮幸运的，可以找到50年前的瓦片。是，我们也很感谢了，很感谢。所以18000多片，我们就用掉16500多片。哦，就这几栋的屋顶都是哈。是。我在远看其实有点像拼图哎，它的颜色其实很多变哦，像有黄色、橘色、土色各种颜色啊。你现在看到的美丽的颜色哦，但这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眼光它是一种品质不良。因为50年前我们是用窑烧嘛，哦，窑烧它的那个窑，它用木头，它有前段、中段、后段，温度不太一样。那釉上釉的瓦片加热之后，它会产生釉变，因为温度不同，所以产生不同的釉色的一个变化。嗯，现在看起来是美丽了，所以在当时我们来讲叫做这个品质不良啊。
如果我现在买同样的一批，它现在的那个窑呢都是电烧或者是瓦斯烧，它的颜色都一样，那我盖出来的瓦片就像庙宇一样的，哦，都一样的颜色，单一颜色，单一颜色，哦，这样看起来反而比较缤纷，比较有变化。是是是，所以说当时的品质不良，我常常开玩笑，也会成为现在美丽的一种错误，误打误撞啊。对对对，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好，面积其实非常大哦，俱乐部啊，这边的面积总共是895平。嗯，但建品就是有屋顶覆盖的地方大概在400平左右，剩下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空地了，或是开放空间。俱乐部在当时整个宿舍区应该是最热闹最 happy 的一个地方啊，是最 happy 的地方，因为在当这个如果需要回溯它的历史过去了，因为在这个俱乐部它的初名哈，原来的名字叫做 Teen Club， 青少年俱乐部。青少年，对，它是1953年盖的。当时美军打韩战的时候呢，眷属来住在这个地方，很多青少年就会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他们集合娱乐的会所。嗯，那1953之后呢，因为美军增援，一直不断的在打这个加强韩战的强度。嗯，所以呢，就把这个更名为叫做美军俱乐部。所以最早反而是给青少年是活动的地方，就对了。在当时主要都是美军，他说台湾人也会来这边。当时这个地方叫美军俱乐部，对不对？事实上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租界区。哦，算是一个跟台湾社会比较隔离的一个地方了。但是它很先进的，相对于我们其他地方它是先进的。对啊，因为早期的时候台湾还算很淳朴、很单纯的地方哦。美国的东西是比较新潮啊，应该这样讲。所以当时的美军他们有很多可口可乐和巧克力，他们会借由他们家里的帮佣，家里的帮佣一般都是我们台湾的人士嘛，然后借由他们帮佣再卖给我们的其他的人士。我现在也不错，可以来到这边感受一下当时那个年代的俱乐部啊，所谓的俱乐部。因为这边之前已经颓败的一个地方嘛，那现在就再把它复原，再体验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兼具的一种开放空间和公益性。所以在阳明山上美军的宿舍群啊，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地方。所以有机会是可以来这边走走看一看，是不同的风情啊，等于是异国风情一样。谢谢谢谢谢谢。历史建物的复旧经常是一个庞杂却有趣的工程。美军协防台湾的那个年代和在地的文化比较没有交集，但却深深影响了3、4年级出生的那一代台湾人。美军离开台湾后更名的联勤俱乐部，或者之后一再更换经营者的联谊社，都有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前几年经由山下的美国学校迁县，当时居住在这里的青少年曾经再回到台湾的故居寻找儿少时的青春芳华，但他们都已经是迈入70的老人。重回这栋当年青少年娱乐的建物，老人肯定百感交集，但对我们这一辈台湾人来说，过去仰首不可攀的地方复旧后却以相当亲民的文创角度经营，在怀旧的时空出现了新鲜的创意。走进来整个焕然一新啊，不像以前的俱乐部感觉是走到热带雨林里面了。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尝试要改变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用蕨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植物，但是能够让整个空间变得更丰富。哇，走进来真的是马上觉醒了，就是真的是它的蕨类不只是平面的，然后有半空中的，就像我们去爬山走到森林里面是有层次的。对，其实台湾的土地山林是丰富的，地形是丰富的，我们在室内的空间里面，我们也希望说整个空间它是充满了蕨，那它用蕨然后把这个空间的张力表达出来，那顺便呢其实有一件事是除了蕨本身，这个蕨的带动可以让人家看到这个建筑原来的美。哇，过去是美军俱乐部，对，所以在整个美军的宿舍区也算是一个重心。对，它算是蛮重心，而且它的面积非常的大。嗯，那大概在2015年，一个公司团队在这里进行一个等于算是文物的修缮，所以它算是一个台北市历史建物的复旧的一个事情。然后到2017年的年初才正式开幕。那事实上你现在看到的，包括木作的这个屋顶，还有砖造的墙面，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曾经有的，但它是新的，还是新盖了，但就是复旧的房子来去做恢复这样子。
哇，这样，所以它整个空间其实非常大，很宽敞。对，那包含还有外面的一个大空间。是，它这个空间美军俱乐部其实以前很有趣，美军俱乐部就是一个大家聚会的地方嘛。其实在4、5年级生应该大家对这里都有点印象。这里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用餐空间，那以前也是俱乐部用餐。嗯，它外面还有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那目前室外游泳池已经把它改成一个潜水池，变成一个水上舞台。室内的游泳池呢，那个地方也做了另外一个所谓聚会空间，它是可以进行表演的表演场所。哦，所以是一个多功能的场地。对对对，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功能非常的丰富。不过这次进来感觉不一样，就是特别有生命力，整个活起来了，而且感觉是把大自然融入这个空间，尤其看到这么多的蕨类在这边展示。对，当初怎么会用蕨类当做一个主题，然后结合这样的空间？那蕨它因为在台湾它有700多种，那在世界上它的密度的比例居世界之冠，那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蕨哦，它一直生在台湾土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看得到，从平地到高山，那么它其实是代表台湾的一个生命力。我们在2015年的年尾，我就用蕨做了一个主题展，叫做蕨蕨，就是感觉蕨、发掘蕨。好，那个是在台大的蕨类的温室做的一个展览，但是那个展览就是纯粹是用蕨类的温室去介绍蕨类的本身。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用蕨醒，其实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蕨，一个小小的植物，带动大家认识台湾的土地，能够带动大家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副标叫做生活美学试验场，其实借着这个蕨类在空间的装置跟我们生活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上面的一些可能性发生串联，这个串联以后呢，就让我们能够感知到台湾的土地其实非常的美好。那我们其实最大的重点就是想要介绍台湾的生态跟生活的美学。哦，对，台湾也算是蕨类王国嘛。绝对是，台湾真的是一个蕨类的王国。从平原到中海拔、高海拔，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蕨类。蕨类真的也可以代表台湾很独特的植物，那独特的生态、独特的生命力。所以在这边用餐，哇，真的很享受哎！一面吃饭、喝饮料，可以看到这些蕨类，感觉好像在森林里面。嗯，马上去。生长于台湾北中及东部低海拔山区的包拓史竹，又称包拓箭竹，是台湾特有种，大多分布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区域内，海拔600到1000公尺左右。之所以称为包拓，是因为它的唾液到长大成笋都不会脱落褪去，茎秆可做箭秆，笋美味，是常年食物。跟那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的精神意涵去做对话，所以这边都是蕨类有关的陈列，包含这个地砖，这也是蕨类的叶子。对，哇，这个是我们请艺术家吴建福帮我们特别用蕨的图腾烧制的蕨类的陶砖。哦，这蕨类的叶子浮在上面，这感觉很可以踩的吗？可以可以可以，你踩踩看。哎，有的是浮在，有的是凹模，有的是凸模。所以不只是把蕨类植物引进来，还包含一些蕨类的意象。对，那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蕨它叫立蕨。好，立蕨是阳明山上，阳明山上，因为我们现在在阳明山，我们在阳明山上最棒的就是在那个火山口附近的一种蕨类。那只有这种蕨，它可以去克服那个硫化物，所以它非常的特别。那我们利用它的图腾，这个是橙蕨当桌子，右蕨当椅子。好，这两个其实图腾它是一个配套，很特别，可以看到真的蕨类，还可以看到一些蕨类的创作。整体来讲，你看到的这些蕨类，我说我们用了7000多棵蕨。7000多棵蕨，现在昨天才加起来，大概就不止了。对，哦，所以我们现在眼前看到有7000棵以上的蕨类。对对，非常的丰富。哦，来到这边感觉是到潘朵拉星球，看到阿凡达。
哦，对不对？蕨类是吊在空中，悬在空中。我们其实在这个空间展览要特别注意这件事，就原来一个传统的柱梁结构的房子，你看到的就是方，好，这空间是方的。可是我们特别的是，包含这个弧线，还有这个空中的弧线，就是需要利用弧线这个事情呢，它本身的往外张的这个张力呢，打破原来的两柱结构。那所以包含这个悬吊的这个事情，也是在视觉美学上面做了一番的考量。希望说它这个蕨是几颗蕨，但是它可以把那个它的张力发展到最大。我觉得这悬吊在空中的蕨类真的很特别，非常有这种层次，还有立体感，真的像看阿凡达哦，漂浮在空中的那个山啊，那个山形。那蕨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这是室内，它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蕨它需要几乎100%的湿度，所以我们除了早晚做护腕以外哈，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蕨床的下面，这个蕨床的下面这个地方。下面都非常的湿，哦，有水。对，我们下面还有垫一层布，所以整个是它本身它是一个湿的状态，就让它的湿度能够提高。对啊，这下面是有水的，是湿的。哦，所以这个造型是用这个曲线。对。一个曲线，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曲线。对。尽量是让它空间上。当初策展的地点会选择在过去的美军俱乐部内。就因为着迷于这些砖造建筑的直美，甚至在周遭大小角落砖砌的裂缝一隅，都能出其不意地发现到阳明山区适生的环境而冒出头的蕨类。麦哥和老朋友舒适地沉醉在这一整栋梁柱陈旧古意，却攀援缱绻着青葱翠绿的空间里，顿时身心似乎真感受到了一股自然的流动。位于七星山西北路的小油坑，是一处后火山作用形成的地质景观。阳明山早年的采硫产业即是区内的硫磺，而丹山草玉燃是附近芒花受硫气影响呈现出的红色。景观区内的喷气孔、硫磺结晶、温泉及大面积的崩塌地形，是最具教育性的火山地质教室。看到有水的那个环境，对，这是我们在水的主题里面希望，因为它这个地方建筑本身它有很多的窗子，窗子本身有很多的光线，那这个光线跟水的这个呼应呢，可以创造更多的空间的丰富的这种美感。这个设计真的很独特，有水的环境，然后有蕨类，那你说这里是柯老师设计的？对，我们请了一个花艺老师柯老师呢，帮我们做这个所谓特殊蕨类的种子。包括你现在看到那个水中的浮木，然后水上浮木上面的这些植这些蕨类啊，怎么样去做这种结合？那怎么样去摆置？甚至有一些桥状的设计，像这个一个弧的设计，这是请了柯老师帮我们做的设计。真的是别出心裁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一个团队、一个 teamwork 才可以完成啊。那包括这些设计也是要一个团队嘛？对。那我已经看到潘总的团队已经在那边了。对，很客气的。那我们过去。哎，你们好。啊，柯老师是。这位。喂，柯老师你好。哇，你这设计很特别，你要隔着像一个溪流这样，还要跳格子。没有，是这个团队太厉害了，大家各自的专长。当初怎么有这样的灵感？其实因为蕨类本来就是天然的，然后想说用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木材啊搭配纯天然的东西是最好搭配，再加上一些巧思，整个空间环境就漂亮了。团队很辛苦啊，谢谢啊，然后认识一下这个团队。对对对，辛苦的团队，你好，是负责所有的陈列的一个技术的工程。对，然后包括水池啊，包括布置啊，那依现场的状态，然后去符合老师要求呈现出来的质感，然后去摆设。哎，你好，这也是年轻人。你好，你好。那你主要是负责哪方面？啊，我是负责各式各样蕨类的培育啊，培育啊，对，养殖提供的这个蕨类的种植。所以这蕨类不是只有一进来就算了，要每天要照顾它。加油加油！哎，年轻人，感觉很年轻的，目前还是研究生，哦，还在念书啊？对对对。
潘老师让我参与这一次做的文宣平面上的美术制作之类的。对，在不管在各个音乐会的布卡，或者是在本身餐厅上面用餐那些桌垫之类等等的，都是跟潘老师一起合作完成。学生时代研究生就开始加入食物的工作，食物的团队。我现在看到这位老将的了。嗨，你好。嗨，快到了。沙粒。对，因为我们之前拍摄了许多主题，包含萤火虫、森林公园，对，沙粒都有参与其中。对，其实潘总是一个非常有梦想，那只是说在台湾我们要去实现，然后也就有困难度。不管任何东西，就是都会，我们都会，这个团队都会想尽任何办法。我相信麦导应该也了解，我们从萤火虫的富裕，从那个任何东西的移动森林的移植或者是什么，麦导都有跟着我们做，不管在台风天任何天都会有状况发生，所以其实团队最重要，为台湾想要尽一块力。我也希望我们在台湾土地，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就每一个人都不要去浪费你身边的美好事物，就是要珍惜身边的美好事物，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打从一踏进这间满布绿蕨的空间，麦哥就想象着被自然环抱，又能享受口腹之欲，同时还能品味咀嚼团队尽善尽美的生活美学创意。这一切都比过去的美军还惬意吧。尤其经营者是一位黑胶唱片迷，幸运一些还能听到老留声机流泻出来老派却温暖的乐音。来过又走了的美军故事和更多艺术及自然协调共生的细节，等着你亲自上山才能细细体会。阳明山四季都美，但一趟银装素裹的七星山行，让我们看见花季之外的阳明山，发现更多魅惑着我们随时上山找故事的阳明山。